文化军部里面下的财务。我的了解是到了3月15号，参观的人数已经超过45万人，可以说盛况空前。每天5000人的上线经常被突破。另外呢，在制度的建立方面，我们去年陆续通过《博物馆法》《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》还有《电影法》的修正案，来健全博物馆发展的环境，保护水下文化资产，以及兼顾电影业者与消费者的权益。为了重点发展影视产业呢，我们这些年来推动包括5年，我们支出5亿纪录片的计划，成立国家电影中心，补助奖励高画质电视剧的拍摄，积极的培育产业人才和艺文消费的人口。去年分别补助国产电影的长片辅导金有17部，1亿9000多万，以及补助制作高画质电视节目还有纪录片44件，有3亿多。尽管花了一些钱，我相信业界还是不甚满意，对于文化部还有在努力的余地啊。